双方的第三场的半决赛啊，这是半决赛的第二个。这样，张继科把比分呢是打到了啊，都会尹潇啊，都会跟着自己的队员跑。漂亮！哎，大家看到马林的这个周旋，唐是3-2，返回了一盘，返回了一场，所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郝帅和波尔也在交流。逆旋转啊，这样张继科呢就是11-5主办，那这个气氛良性循环啊，这也就是商业运作，漂亮。专门的乒乓球馆啊，这次今年呢就是在，而且运动员们呢也都很有兴趣，到那儿以后他感到很新鲜。漂亮，连续拉啊，张继科是半高抛，有了啊，张继科今天呢又来了压正手回反手啊，结果这个球呢，张继科接发球，球发的质量很高，摆短啊，林也是掉了张继科一个正手啊，逆旋转，这球发的好，漂亮。你看张继科这球啊，其实每一场球啊都是在告诉人们来正视自己。漂亮啊，马林打双打，好的。由于王浩啊有一些小伤，那么王浩了马林那个球，所以马林必须要求变。漂亮啊，这样张继科呢就以摆短，再连续摆短，结果调打没有打到，漂亮啊，这是马林的一个高级球。世界上很多好手呢都来到中国啊，你像朱世赫呢是在啊这个山东，啊这个非常遗憾，发球自杀，漂亮啊，这个马林啊，这个马林首先上手啊，张继科自己一套啊，发球发的逆旋转高了啊，这个球张继科打的还是很近，
都发得非常转啊，而且呢发得很突然。那加尔特里克又把，这是马林的队友，好帅。结果加尔特里克把拉出去出界了，这球显得高抛球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球扎内科啊，他这个球没有打到，太可惜了啊！但是确实这个球很难，大家看，马林拉到大角度，扎内科把球回来了，马林在中路挡了一下，啊，这个球呢是非正规过去的，所以球呢是带有拐弯又不往前走，啊，这时候马林是坐在了地下，扎内科把球打丢了。马林是坐着地下啊，赢得了最后的关键一分。啊，这球打的是太漂亮了，这样马林呢就为浙商银行队拿到了宝贵的一分。